比较主要呢，嘿嘿，就阿几台，那就啥啦？啊，树骨灵嘿，你就一台要创啥？讲啊，你卖光嘛，你就啊都对啊。啊，后来后来，这几台点嘛赢啊，就你几台的回借回去以后，晚上就自己操作了，砰！糟糕了，怎么样？怎么停不了了？哎呀！奇怪，目的也达到，怎么停不了？是是是是，这是什么？这怎么办？那准备掉了，我操！都切掉掉了，赶快拿起掉了。问男朋友，我说拜托，我这讲掉给讲掉给，你就一台机器啊，你才想那个，那无法都停了，是不是？那操作再停了，你没干呢？对面在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这机器拢主动的啦，一公升以后自然会停止的。啊！